Thank you.
跟以前后面不是中间是跳一样吗？一起去跟大家合唱，来在外边，还有什么别的公司的大家好吗？我们变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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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变哎，今天直播呢？我容易，今天容易呢？哎呀，我今天还没跟我容易呀。
然后都是录前录，然后再上电脑，哦，传到电脑嘛，然后再开剪，没有，就没开剪了，就全程录，然后传 YouTube。哦，你这样买你录好不可以传给我，因为太不行了。我如果有上传的话，你直接打你的工作，因为我们就可以等。哦，把它弄出来。对对对。哎呀，因为它整个都录的话，可能比较难。十个呢？八十啊，就这样，另外加两个，十个啊，这是十加酱，对嘛？十个，十加酱，对，十加八十。那十哦是怎么的那个酱？十十啊，它跟八加酱它有差别，就多两分就是。十加的就是八加酱，然后它只要超。超过八十以上，全部都在十加酱。哦，就叫十加酱。你看他们最新是十加酱。对啊，系列这个也是老演员，你说实话。应该是杨俊良老师，这一段。这一首算嘉义算蛮传统的了。这个真的不容易。该做什么动作？该做什么动作？看那个动作。你忘了在那边带带子，对啊。这个是有白的，我也是拢有啦，对嘛？伊出本伊个方写的，这也算有白。这八家将一样，四十的将军。八家将是算迄个算新王爷，啊，新王爷迄种啊，诶，大将啊，啊，观众就是迄个北中王，啊，观众就是北中王，八家将是新王爷，嘿。
哎呀，就是我要再带几样。说你算就是妈祖有千里眼顺风耳嘛？对对对对，然后右手右手就等于是他的部下，手力啊。那你说地藏王菩萨是什么？观降手哦，观降手，什么地藏王？观降手，观降手是牛头马面那一些吗？没有，是有一种观降手，就我们会觉得他是八家将。但是他是官将手，但是打扮是一样的，差不多啦。但是他会写官将手，他是一个人，他是以三四对三五七九。哦，你看还有差别。对啊，所以说就是一样的，跟传统的是三一三九三九。然后因为他要有多变化，人家才会请嘛，所以就演变人物，对对对，要不然其实他。最古早是只有三个人，对，然后关将手他三个，可是他的部下只有两个而已，就真跟准将军而已，准将军的，对，知道那个之前那个宝塔声很大，有接下那个真将军，对，好像是属于地藏王，当时杀的那个左右对，然后那个将哎，那个厉害。没有，我很喜欢看这个，然后看这个东西，然后对传统这个就会去研究它一下，去了解。然后八将，八家将就跟主将军是属于那个城隍爷的。啊，我不知道，像刚刚他们，然后中间有一个人，好像不知道。挑了什么东西？哦，那个是叫刑具耶，对吧？对啊。那刑不是哦，刚刚不是这个哦。他挑刑具，那个刑具耶啊，他的东西就是八家将他的武器啊。哦。他是要抓，是抓抓不好的东西，抓无形的东西。对，叫器具啊，他是帮他们带出门这样子。我知道。可是刚刚在。